早秋先天大早之好处。五，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？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，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，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？事实上，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，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，将自古不兴泄的大道普传于此，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，祖上有德，根基深厚，佛缘成熟，才能够顺利求道。此外，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，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，一得道以后。